购，他说比较想要二奖进口名牌车。那还会想继续再逛吗？我想要坐车子。当天是晚上的小姐在这边，然后她一开始是没什么声音，然后后来就开始跑到店员说，哎、欸，我这是中100万包，然后她自己吓一大跳。其实彩券行真的很旺，奖金开不完，至少就有一位幸运儿买200元刮刮乐，立马刮中5000元。这是过年的。除了要穿鲜艳衣服去刮之外，就是号码要挑尾数369，中奖机会比较高。还有第三个，要看彩券行老板有没有亲切，俏皮俏皮，因为这样财神才